二年级跟三年级会比赛出球啊，那个时候没有鞋子，没有鞋子，然后有时候踢不到球，然后踢到石头，那个指甲都掉了。掉了，流血了，还是照常踢啊。被他捡了以后，他就跟我讲说我的音掉了，我当时我没有听到，我没有听到，我就一边走一边走，因为那个应该是导火线嘛。那个是导火线，然后一直吵到大家都生气了。后来那一次去印度爬山，其实实际上从台湾到印度，一进到旅馆就开始出状况，所以我知道他的实力在哪边，我有状况啊，他可以帮我处理，但是他也知道我这边的攀登的实力在哪边，所以。在技术上、默契上、体力上，或者是各方面的条件，都已经非常了解。所以为什么要攀登还是救难的？他一定会有就是伙伴，就是信任的伙伴才可以。那就跟方友才讲说：“哎，老弟啊，我如果怎么样的话，家里的小孩子跟老婆就给你照顾了。”方友才就一边背一边哭啊，我就觉得危险了。我们有机会一起去爬这个山，后来，阿水刚结婚嘛，所以，他听他老婆的话，那是正常的。可能要稍微年纪大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